好，电视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辽宁卫视为您送上的你好达尔文。大家好，我是张鹏。大家好，我是达超。好，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你好达尔文的第二现场。其实我们在第一现场的时候的老公队跟老婆队当中，我们各挑选了五名非常身体强壮的人来到了现场。身强力壮。对，因为我觉得是在我们的今天第二现场要挑战的内容不光是他们的体力，有的时候还是智力上，对，好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老公队还有老婆队。有请。来到了我们的第二现场，要闯六关。我们先来问一下双方，你们有没有信心？首先是我们的老公队，有。我们的老婆队，虽然说两队现在已经站到了我们现场，但是刚才其实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这六关想完成的话是比较辛苦的。我们的男孩子只有80秒钟的时间，我们的老婆队每个人有100秒的时间。在我们的第三关，如果前三关你们没有闯过的话，万一要掉落了，会从起点重新开始。到了第四关到第五关的时候，如果失败的话要到我们的第四关再开始。但是在开始出发之前呢，我们的大超先到上面做好准备了。好的，我们的口号是你好达尔文四个三团。好，首先要出发的会是谁呢？我们先来掷硬币。谁来掷硬币呢？双方的队长，你们要选择的是蓝面还是黄面？黄颜色。 OK， 来，就这面吧，蓝面。蓝面。好，我来看一下到底谁先出发。好，我们的老婆先出发，但是在出发之前你们的口号是剑来相待，老婆必胜。你们的口号呢？好，老婆出发。来，大超，你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完成的六关是哪六关。好的，那你现在呢要经过六关，首先就是你面前的这个鲤鱼跳龙门，之后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壁虎墙、云中漫步，然后是翻山越岭，到最后呢到我们的快乐滚滚筒，然后到达我们的终点，把球从这个圆洞抛出来，你就算赢了。当然在80秒的规定时间之内，有信心吗？有信心吗？你把人家、你把人家当爷们儿啊，80秒，人家100秒行吗？我们老婆队巾帼不让须眉熬夜，还是100秒，还是100秒。好，100秒，100秒。好，100秒的时间，准备，开始。好，首先第一关是我们的鲤鱼跳龙门，要看一下你的判断能力怎么样。好，漂亮！哎呦，差一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起点，起点，到起点，到起点。好。第一关这次能过去吗？刚才我们的小鲤鱼没跳过去。来，我们的老婆队给他们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摔得可真狠啊。来了，赶紧到起点。快快快，还有1分钟的时间，没问题，没问题。哎呦，我们这老公看不下去了，好心疼啊。加油啊！快快快，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好达尔文，适者生存。我们要看一看是我们的老婆厉害一些，还是我们老公厉害一点。我们的观众都说了，你往前蹦。你可以选择继续或者是放弃。5 4 3 2 1，稍微喘口气，稍微喘口气。刚才看得出来不容易啊，一下出去我都摔了4次。